看，其实讲道理可以玩这个，但是来为了完成任务，咱们选李尚。看看能不能赢。别召唤了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愿意打我就打我。吾乃儒雅之士，不须与诸将争功。南蛮入侵，我这怎么认识？我出差了。雷杀！带我，看我的！雷杀！你也声大，是这首歌声大。周，同心方可戮力。你愿意打我打我呗，反正我也没练。苍生，自当化思远罗最难受。别翻了，有啥翻的呀？小戏沉舟，同心方可戮力。下次注意点。请教天下人。放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厉害。火攻。为天下苍生。报当化解还之一逃。南蛮入侵，我他妈只恨自己不是张绣。小戏沉舟，同心方可。一会儿可以变身，看看能变出来一个什么东西。自当或者可以把吕蒙变了。小戏沉舟，再出一张牌就可以把吕蒙变了。方可戮力。为天下苍生，争取变个周泰。这是本王最后的仁慈。这个逼是魏吧，一直在卖血。这个人是魏吧？沉舟，同心方可戮力。为天下苍生，这个很可能是魏。自当化百川，自愿不一下世事闲事。这个小乔也行，不怕死就尽管放马过来。只恨自己不是张绣。这种蒋王好像他妈的都是魏公开团。小乔是威慑，我有没有天下牌他们又不知道。召唤了，召唤你也不可能来打我呀，你难道先打我吗？你打吧，我没意见，你打我能赢你就打我。过河拆桥。
谁他妈无界？肯定是姜维的。烧人钱财，一人消灾。他来个铁骑加咆哮。那就铁骑加武圣了，用连弩杀，铁骑冲锋，踏平敌阵。他怎么可能打司马呢？肯定先打你啊！你又没有技能，你就一个曹丕封住了就没有技能，打白板儿，为什么不打？武圣吗？杀，一枪索命，一骑当千。这个剧情反转的很厉害啊，很适合这个音乐。这剧情反转厉害，本来看着魏国把别人都干了，结果剧情反转了。这就是你违抗不了的天命。结果剧情反转了，他应该没有闪，改什么了？剧情反转了。大事未成。愧对先父。曹丕，祝融九杀你的时候，你闪了，后悔吗？我谅你，也不敢出来迎战。如果不闪，就把他翻了。杀！一枪索命，一骑当千。杀！铁骑冲锋。剧情反转的有点快了。一枪索命，一骑当千。可怜一身胆略。他这么多牌为什么要杀他？杀不到他，他有加一。杀，铁骑冲锋，踏平敌阵。那他杀不死司马了，因为司马可以改的。司马可以改的，然后出傻。他杀不到司马，有加一。魏怎么赢啊？魏他能把这些人都打死吗？除非他拿到连弩，拿不到连弩，他能都打死吗？南蛮入侵。小戏沉舟，同心方可戮力。看我的，无懈可击。改不了也没关系，他牌多，确实改不了，但是他牌多。他牌多，他可以那什么。过河拆桥，南蛮入侵，为天下苍生，自当化解私怨。解锁连环。你们数过没了呀？大杀将军，如果把连弩带走了，也还好吧。独木难支，伤龙，休想全杀。他应该是庞统，黄忠庞统。楚国还是有机会的，我是没啥机会了，我。我需要变身一个什么东西，神奇的东西。天下熙攘，操他哥！读诗书，上笔，妈的，手刚长，能不能变成四血啊？能不能变血量呀？祝融有两个南蛮。这不思蜀。把什么换了就不告诉你，把什么换了告诉他个厉害。不必告诉他一个，行吧，鲁肃，我告诉你鲁肃，行吧。我亏大发了，亏
就亏吧，我没我也没有，我不我亏了，我亏了，我阴魂就别阴魂了吧，拆位肯定不好，拆鼠也不好，拉仇恨，我就不拆了。舍命献马，护我曹公。你别拆我，反正拆我，我肯定拆你们。我不阴魂，我他妈中数了。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。我现在他妈要桃子，别的都没有用。开源节流。做法余粮，顺手牵羊，调度征求，省情薄脸。我就要逃的，我不要留。打他一下，看他是什么。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我觉得是庞统。凤雏岂能消亡？乐不思蜀。叫你十倍奉还。我没亏啊，我亏什么？给了个啥？看不见。天机难测，却尽在我掌中。他在干什么呢？不是，我现在老，我不一定要扔装备，我得看牌，也没亏啊。再说有的牌我本来也没打算出啊，火攻啥的我根本都没想出。根本就没想出，这逼他妈把我闪顺了，操他妈！他把我闪顺了，他要顺的是我的杀就好。量入为出，力袭秋毫。哎，来了！之事不需与诸将争功。谢谢雷杀，闪！拼将性命也要保将军周全。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。调度征求，省情薄脸。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。远交近攻。值得下的早已之光，南蛮入侵，看我的，杀！在我面前耍花样，即便背负骂名，太难了，我也是为这天下。小谢沉舟，同心方可戮力。过河拆桥。杀！洗掉你所有恩许，一字一把打在恩于己子，惶恐之至。调度征求，省情薄脸。
想起你忙碌的生活变得空荡荡，谁心事说话，我杀把你想到多么的不堪，伟大的你还想我怎样，闪电来吧，乐不思蜀，劈我吧，回炉再造，变废为宝，铁索连舟，如履平地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，不可能让你睡的。我不出来，我乐不需要出来，愿意赶就赶，这就是你违抗不了的天命。改吧，加油，你 给他改，炸死你。天机难测，这闪电成了恶心对面的了。闪电成了恶心对面，完了寒冰也来了，但他没属性了。这寒冰，这闪电成了恶心对面的了，这我一点事没有。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，调度征求，省心薄点，杀。替我挡着，南蛮入侵，谢谢谢谢你出杀，你出杀把我坑了司马懿雪，我的血赚还没有开始、啊、他出杀帮我坑了，他出杀帮我坑了司马懿雪，血赚舒服了。